各位观众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此刻我正在我的家乡台湾台南矽谷。那非常谢谢多伦多影展跟亚洲电影促进联盟把这个奖颁给我，非常开心。那所以我现在呢，就来吃一下我的家乡味，庆祝一下。有石目鱼肚、石目鱼头，然后多伦多的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台湾，一定要尝尝这个味道。